Hey， 大家好，我还醒猴。Hey， 大家好，我是熊浩。今天的这部影片呢，我们一样带来的是这个英雄7月21号七选一里面其中会出现的一只角色，悟空。开头先直接暴打对方的这个神力女超人，虽然说我拿了一个 Vast Blood， 但是这一场比赛呢，真的是相当的艰辛啊！你看到后面就会知道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打哦。那悟空这个角色呢，大家都知道，前期啊稍微比较难做人一点，但后期啊教别人做人，直接叫你登大郎你知道吗？这边中路的部分，他们看到对方的这个 Rack， 他们直接的冲进，一技能过去，大招压起来，直接收掉。前期拿了两颗人头，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哦，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一切都非常和平安稳 ，freestyle。但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but， 那很多残忍血腥的画面，我也就不给你们看。反正呢，突然间比数来到了2-9，我不小心嗝屁了两次。人说长拙，家丑不可外扬。我就是不给你看我怎么死的，怎么样？咬我屁屁呀！来下路这边，我们的艾米丽呢遭受对方严刑拷打，他们就是要问他逼出我这悟空的下路，我这边过来大招。糟糕，打不死就是打不死。好，没关系，我们这边先这样，先作罢。那我跟你讲，悟空这个角色绝对是这七选一里面的角色里面最能够在后期反打成功的一个角色。来，这边看到对方瑟韦斯没跳到我，不过没关系，但我走得好慢，怎么这么慢？我的妈呀！那很多人都会出悟空的装，都会四暴击手要起手，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出，因为我觉得我在出到第三个暴击手套的时候，我就想要出鞋子卡一个位之后呢，还要再塞一个骑士宽剑的位置，塞一个短剑的位置，所以我是三暴击手套起手，但这会让我的灵活度比较高，而且呢，如果你是逆风局，那你需要的是鞋子，赶快去吃野怪，而不是想着我要怎么杀人，好吧？因为暴击，我们出暴击手套就是要杀人嘛。这边等待瑞克把技能缴掉之后，他好像没缴完，我这边一个大招压三只，一个隐身，有没有？直接一个帅气的逃跑。女超还想抓我，有没有看我这个扭扭之后再回来杀掉他？那这时候瑞克冲进来了，好 ，OK， 瑞克成功被我们杀掉。我们这一场呢，最多落后十颗人头。最多是一个2-3的一个开局但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一个漂亮的零换三之后，我们准备开启另一段传奇的神话。那看到对方的蓝 buff 怎么样？入侵，再入侵，吃掉，再吃掉。OK， 这是很赚的啊。那对方队友拆下塔，我偷蓝 buff。OK， 那这边这个叫什么啊？阁下，我们的飓风装到底出来了？那下一件装出什么？怎么有人在这里？一只罗在不跟罗打？看到罗在法阵里，你就不要跟他打哦。这样他就是怎么样？开起来就是装置艺术哦，他的大招直接变成装置艺术，你完全不用理他哦。那鞋子的部分呢？我一样啊，我们也是出这个 CD 鞋哦，毕竟米奇研发出这个 CD 鞋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就直接照抄就好 ，OK 的。那这时候看到队友在蓝区爆发一波会战，准备要打不打的。这时候看到瑟韦斯，你还往回跳，我的妈呀！今天是什么愚人节快乐是吗？我直接大招跳进来送我们一颗人头，抖那一波。那这边瞬间的再收到对方两只，这边我们想要从侧翼进攻，但看到女超在我后面，吓死，马上跑掉。那这一波队友呢也是干得相当的不错，我们又是一个漂亮的零换三，人头比数马上从这个2-12直接直奔。8-12就是这样。那么悟空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就是在面对逆风的时候，有机会多打少，我们再开啊，没机会多打少，浓。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魔龙就掉了，我这个神之制裁居然没知道，还是蛮厉害的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个有一个尊重、有爱、包容的心嘛，对，包容心嘛。那我们给对方这么多。这个对方送我们这么多颗头，送他一颗龙也是合情合理，要礼尚往来嘛，对不对？送一只龙，我们拿他五颗头，这样也不错。那再看到对方的瑞克，所以我不想再打，我们想要是去找对方的后排切磋，算账。在蓝区那边，对方罗嗝屁之后，看到巧遇对方射手，直接过来大招压死，直接过来大招给他压下去。
看到射手就给他压下去，那么就 shut down 了对方的害牙。好，我们迅速的把上路兵线都给洗掉。那有些悟空呢，他也会带什么？带攻速鞋，那也不错，也不错，那些增加自己的这个比较不卡顿。我们带攻速鞋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卡顿。那可以看到下路的人蛮多的，人满为患，大家都去那边啊 ，happy happy。他们可能开了一个这个酒吧，一个 bar 在下面，一起愉快的喝酒。那我们就在上路拆塔都更计划，我们政府雇来的，是不是？我们政府直接请悟空来都更啊。好、哦，那这边的话没事干，之后我们就回去。那差不多在14等的时候，带刀就没效用了，直接卖掉。哦，不用留下任何情面，不用给打一刀任何面子，直接卖掉 ，sell，sell，you know，top sell。OK， 那这边对方想偷我的蓝。那么找一个机会准备下手进攻，但最好的方式呢？悟空，我们通常啊，不是通常啊，你问悟空的时候千万不要怎么样，千万不要正面跟他硬刚啊，不要从正面打啦，好像对方开门给你进去。No， 一定要像怎样侧翼进攻，或是后方进攻，就绕一个背嘛，对，从侧边进来，那对方才能够抓到对方的后排。那这边呢，我们来注意一个小重点，当你们这个已经是明显的少打多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打。哦、千万不要打，那你能做的事就是因为对方可能会推塔，那能做的事还不如、与其闲晃还不如把其他兵线带出去、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对方分散火力、他们一定要想啊完蛋兵线来了，赶快分散火力呢去这个世界各地、去这个清兵线、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队友马上被抓的时候是一个多打扫的状态的时候、对方多打扫马上我们就把中兵线洗掉，其他兵线推出去，你看啊，这边就会有人去，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去防守嘛，对不对？那么呢，就有时间有一个空档。虽然我们上塔会被拆掉，但是总比你这边瞎晃对方集中火力攻你塔，可能还直接把你塔拆掉来得好。这时候对方呢爆发一小波会战，我看到对方害牙，直接先收掉义不容辞收掉。看到这个瑞克血量怎么少？看到设备是敲一下，有点硬，直接拉掉。这时候呢，我们已经瞬间收到对方两只了嘛，是不是？那这时候射尾师还想打，那当然不可能啊，对，我们直接打过来，来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一波哈，一个二技能跳进来敲一下射尾师，血量掉很快，那个大招先不用，先抓一下，我先抓一下对方的这个女超。这时候你看，面临的就是对方也是变成一个少打多，但他们硬打，但是我们人员呢还蛮齐全的。但是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兵线是有点难看，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对方四只嘛。四只都嗝屁，所以现在的眼前的这个罗就是我们唯一要杀的人。那这罗基本上也守不住，那 OK， 这边收掉之后呢，我个人是觉得 OK 了，就可以去世界各地清兵线了啊，吃一下对方的野怪。好，那我们有一个人准备要复活了，所以也不用太去 care 那个上路兵线，因为我们就差不多让他去清这样就好，我们就在这里拆塔。那遇到害牙，基本上这害牙笨笨交了一个闪现，不过也没关系，那悟空的这个魔纹的部分呢，大招给他带那个马洛斯魔纹，那马洛斯魔纹开起来，对，被动就是大招开下去之后，你的这个技能 CD 全好，跟熊猫有点像。还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头比数啊，已经在追上的迹象啊，已经追到了17颗头，快要赢了，差两颗头哎。好，这边看到对面害牙直接棒棒。大招省下来，这个省，等一下再做更多的用途。这个害牙，这算是不太会操控这害牙的，可是神经传导比较慢吧，就是他遇到我说没有急着脚位移，那我们这边也还有大招，所以跟着这个艾瑞过来抓他，这艾瑞抓的不错，漂亮，直接收掉是没问题的。那我们这边有井，因为我们悟空，那井呢就当做这个前排的这个切坦。那我个人呢从后面进攻，来先看到对方的瑞克在草丛那边，有没有看到？那现在草丛消失，他一定在这个草丛，或者是，你看没撞到？我们等他大招，等他这个无敌技能用完之后，粘上去，二技能一技能直接收掉，就是这样。然后悟空就是这样，后期反打，我们就是找对方的脆皮，直接给他敲下去了。那最主要就是，侧翼进攻哦，最主要是侧翼进攻，然后反正就是逆风浓哦浓，找后排打，找团战，找人多的时候打，就这样。那如果你说对方抱团怎么办？对方动不动就五人集结怎么办？傻逼啊，分推啊，你悟空机动性很高的，是不是？所以玩悟空，
你要忍到后期其实还是可以的，但重点就是呢，如果说你们队友如果连这个四打可能四打三我都打不赢，因为就不太能这样推，因为你去分推，如果对方两只去抓你，虽然说不错，但是你队友连四打三个人都打不赢的话，那这样也很麻烦，那你就一直归啊。有些悟空很可怜，你知道对方特别会玩，一直扫你的区。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悟空真的就比较难发育。我们不能说每只角色都有什么怎么样玩就可以赢嘛，对，我们只是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提高胜率的方式，那也不是说一定会，就跟投资一样，投资有赚有赔嘛。那这边我们来做一个标准的后面进攻。那我本来不想打，但看到女靠在上，觉得这一波一定可以打。虽然我们已经嗝屁一只了，但是这一波是可以打的。那对方的罗呢，先不理他，我们先看一下草丛这边有两个人，我们等待一下技能。OK， 二技能往前直接敲掉对方的瑞克。这边来看一下对方哈雅，二技能往前之后隐身往前，再给我敲一下。好，二技能再往前敲。那对方呢是苦洛克被背起来，这边一个二技能一，人死掉了。但是也是相当的一个帅气了啊。刚刚那一波，这个罗我要定，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这罗就是 mine， 就是我的，好不好？一个、两个、三个，我的。等，小心啊！来，这等一下，一棒，两，这棒敲不出去。好，就先拉掉。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等泡面的动作，来等待一下。等什么？等下一个天亮。老梗，射到我，这被发现。我们在这里等，慢慢等。等有人打电话来 gank 你，我等，噔噔，有人出来了，准备了，准备 show time 了，有人跳出来，这台离我太远了，一棒两，死掉了 ，OK fine， 那么现在只剩一塔。啊、我们现在是三打三，我们就把现在这个当三打三在打，就罗现在在他的圈圈里面，不要惹他。然后我们的瑞克呢，这罗还过来哦，这样就不对啦，这罗直接怀疑他的圈圈，这是大意失荆州啊。来看一下我们的锦会不会被抓？你看这个锦这个跳跃，蛮赏心悦目，哎。但是一个为了一个跳跃花6000块，这种事我干不下去，这个为了一个跳跃，我他妈要抽6000块，我干不下去，不好意思，太穷没办法。这时候呢，魔龙凯撒又好了，啊，当然是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一起来吃凯撒嘛，是不是？可以看我们家人头比数啊，29-23，直接领先了。还记得我们开始两分，就是感觉是这样。对方投了12颗球，我们才投2颗球，马上急起直追，追回来，是很猛。我们自己个人就占了22颗头 ，skr， 这上塔再不拆，怎么又是设备师？他设备师，完蛋，跳空，不过没关系，他准备要复活，苦了，哥背起来，等一下，他设备师嗝屁哦，我们来后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货，敲一下大招，我复活战甲，别怕。好，这边先拉掉，看一下状况有没有机会。对方罗直接把我划死，等一下，但我复活战甲，等一下，这个有点痛哦。有赚助攻就好，你看，马上来到了33-24，厉害 ，skr， 好，三塔全爆，把上路兵线带过去，顺便补一下血，但队友就是这样厉害，这是鼓舞队友，好不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哦 ，see you guys。